有啦，小孩都有甲讲，也有讲老夫人不准你出门呢。这要安怎样呢？有呀，少爷，恭喜哦，你大少奶奶哦，有心安呢。哎呀，卖阁提起车咯。少爷，这是喜事啊，应该莫怀疑，唔才对。什么你甲大少奶奶说颠倒，油头苦面，
好样啦，少爷，你哦应该回去甲大少奶奶哦，稍较安慰一下啦。我回去甲安慰，这边哪会用嘞？我真想要倒回去，但是现在我阿受人的监视，我若回去，敢是被人发现嘞？啊，少爷，袂啦，我会甲你倒看头啊。啊，何况高丽公主今麦来咧咱家，老夫人甲三少奶奶，你接待伊都袂赴啊，伊要哪去发现到你啦？二姑啊，感谢你赶来报这个消息，当你就免客气，捏起来用吼。是啊，二哥，你就加吃一寡，酒嘛加恁几杯。我知影，多谢亲爹交代。二姑啊，今麦阮文英伊人有平安无？你放心，王大人今麦已经平安返去平京。听我啦，伫咧讲，文英今麦最亲切待人啊，是。王大人真是皇上的宠爱，而且还真是有的器重，不管不用再多久，他就会成功。真是的哦，哎，这都是我的祖先有灵性，所以我们应该才会这么出团，实在真欢喜。来来啊，对啦，李哥，我老娘家在家乡好不？真好的，一直在伺候王大人。王大人讲，咱大哥伫咧外围保镖是真辛苦，已经叫伊伫咧身躯边做护卫，以后大哥就免搁再东奔西走。那安尼真好嘛，相公有你为大哥保护在身躯边，应该是真安全，阮大家嘛真放心。对了，安尼无怪王夫人。啊，你讲下姐是，伊伫房间诶，我来叫伊出来哈。免。伊人也无方便，出来嘛真歹看。来，二姑咱请哈。是要安怎？关瑶是要安怎？娘娘。
又是安怎样想？这怎啊不是你的不对啊？我伫想，等待适当的时机，我出面来去澄清，你就真相大白了。适当的时机，安尼，我是待过忍耐偌久？啊，要不安尼，我即摆带你离家，等待咱的囝生出来了后，咱再多等解释不就好了？不行，咱千万袂安尼做。为什么呢？弟弟的条件，国事这么啊无用，要来用我为我分心。我再讲，咱若真是安尼做，我甲宝宝的中间感情，敢是愈来会愈疏远。哎呀，恁那边顾虑遐尼真多，安尼也袂用，安尼也袂用的，无你是要叫我安怎呢？大家都要呀，大家都要，家己要承认啦。哎呀，恁那边顾虑遐尼真多，安尼也袂用，安尼也袂用的，无你是要叫我安怎呢？大家都要，大家都要，我有家己要找你啊！你去找嘛，注意。其实是啊，我是要来跟你讲哦，阮二哥要回去京城，啊你哦，唔早要写一条拜予相公，叫阮二哥倒转去无？唔免啦，唔免。啊，不过阿姐你，我也无甚物代志啊，免啦。已经一两个月了，实在让人足担心的。啊，对啦，秋小姐，假使嘛是有方便，要无拜托你回去甲先生参详，派人去探听下落，好无？秋啊，我看唔免啦，有高大哥甲高二哥，因两个伫咧照应，应该是无代志才对啊，你放心。钦差大人回府，你看，唔是已经平安回来啊？只有真是对啊！相公，你回来啊？阿姐有代志无？你放心，根本就无代志，大惊小怪。李阿姐只是回去娘家一撮，根本我这撮是假行的。哦，阿姐无代志，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嗯，小姐，嗯，啊大哥哪无跟恁同齐回来？因为王大人叫伊去办一挂代志，隔几工伊就会回来。既然拢无代志，相公，你一路上也真辛苦，不如我来去准备一块酒菜，把相公你洗涤。夫人啊，
这段时间实在乎你真辛苦，那么都要好好相处一下。柯小姐，我陪你到三天。对了，王大人，我离开广州府的时阵，老夫人有交代我一张批，叫我一定都要交给你。我以为是什么嘞？在哪处看？王大人，你那无看到就裂掉嘞。这张批的内容我早就明白了，哪会去看？大人，何公公，你又过来了，有什么大事？皇上传口路，请大人立刻进宫。皇兄，我知，知，我你的大事明你退下。是，皇兄。咱已经离开两个月的时间，店尾你无时无刻拢伫咧挂念你啊。对店来讲，这两个月的时间就亲像两年遐久。王健，你咧，心也动感，先望就奉上你的官。你看你又过来啊，店是甲你讲过咯，咱私下伫咧讲话，唔免这么严肃啊。是奉上。有时阵店伫咧想。你我之间的感情到底是友情还是君臣之情？王兄，你讲。王兄，宝贝之情。对对对，宝贝之情啊！哈哈哈哈！有时阵店伫咧想，可是若是有一天，王兄你突然离开店的身躯边，迄个时阵，店知要安怎才好？别哪会咧，除非就是神仙。住口！我唔准你乱讲，讲这款无吉调的话啊！皇上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生离死别，这是人生必经之路。好了好了，咱卖阁讲这个，咱换一个话题，咱来讲一下家务事。咱离开两个月的时间，我连见了发生一件真大的家务事。天啊，也你呢？请皇上，你先说。好，丁就先说，然后接话你。是。出现有两个媳妇，你讲这款的表示嘛，不表示。哎呦，家家有本难，难念的经文，恩怨旧敌是我王文英。这包鬼魂是超不幸啊，阮家世繁忙，两个无阿情啊，你把我输，你忘羞，还看阮媳妇下定手。数十年来将忍受，哈，多亏是包青天打地牛，阮王心中高，你的脑无松，老牛误会怪做空。我的夫妻是情义重啊，那个拥有之恩啊，天下难哪忘啊。我做皇帝，嘛唔知家己的亲媳妇，恁亲家我莫是成冤家。
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像花顶初上呀，我想咱军神搁再一次被俘虏出京，出京，洪庆啊，你袂记唔着，明仔载也毋是免调职哩，你哪会用个出京嘞？洪庆，无调着，这是咱军神最后一次下手出游啊！无调调，这是咱军神最后一次下手出游啊！突突突，寡人唔准你乱讲。皇上，臣伫想要带你来去看一件惊天动地的代志，予你真想袂到的事啊！真实的，当然是真实的，我什么时阵要骗你的？哪呢？一定是有心机、有刺激哦！我唔对。好，愈刺激的，店愈想要来去甲试看卖。何才？在。秘服书号。皇上啊，你的秘服放伫个紫霞宫，我再讲，明仔载唔是免调之日呢。好啊，好啊。是。皇兄，你就随定来去紫霞宫。明仔。何才？在。爱去的，一文三不知。啊。皇兄，行。不好笑，不好笑。你以为我叫我一文三不知啊啦？伊若出去佚佗一摆哦，啊，我都爱受罪一摆。好啦，到尾一文三不知吼，我规气安尼，甲伊一锤解千钱。